雪佛芳斋，这还是我们俩长大之后第一次同游招亲。我们小时候不是一起看过火龙吗？我走了13年，才能与你并肩同游。 主人，是太子和景王，可要停止行动。等一下，你先下去看看。是。大哥，洛梅，你们也来看火龙的？这是梅林姑娘吧？三弟，好福气。大哥。 本王在芷香楼还包了10个美人，个个婀娜。大哥，要不要一起享个福啊？慕容景和，殷将军吓着我的美人了。阿梅啊，咱们这位殷将军可是大燕的第一女将军，阿梅没事儿可千万别招惹她。老三，别胡闹。洛梅今日与我是为了大燕将士祈福而来。太子殿下。 景王家人在怀，我们不便打扰。此人身上有硫磺味。